欢迎收看政治拍拍款，小弟来拍乱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毅。小弟讲哦，拍情无高，意思是只要一个人无学问、无魄力、无聊、无本事的意思。台湾民众党哦，总统候选人郭文德前几天哦，接受外国媒体彭博新闻的专访，讨论讲哦，中华的问题到底是要安怎来解决？叫彭博哦，大力的欧陆讲哦，表现秋毫无疑啊。咱即马就甲大家哦整理两个重点。头一点，讲到提到讲哦，要处理好台湾甲中国的关系，上重要就是吼沟通啊。美国甲苏联冷战的时阵哦，拢电话通好卡。伊表示讲哦，咱要想办法甲中国哦进行对话，唔是讲哦讲坏就是真勇，因为讲坏了后就无后一步啊。所以哦，讲到嘛强调讲哦，伊哦甲外省地是无共款的。两人会甲北京保持沟通，同时阵哦，佫会守伫个台湾的底线，而且哦，千万莫袂记哦，高雄已经办过哦八年的双城论坛、世界大学运动大会，佮有蔡英文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哦，伫个世界面头前来讲话啊。三个候选人内底，只有伊哦有真正的经验，佮莫讲哦，侯友宜哦佮赖清德哦，佮。派伫个足多哦，东夷的包袱啊。第二点哦，就是要哦遏制啊。郭文德表示讲哦，台湾需要有国防哦自卫的能力，这才是哦咱会使和平的唯一方式。和平哦是看马数的呢，唔是看你哦嘴笑的啦。就是正常哦，常常哦强调的，必战哦无惊战，高战不求战。话阁讲转转来，郭文德去哦彭博专访哦。俄罗斯表现非常好，是叫做 wild card， 翻作中文是外卡。外卡是啥？就是棒球哦，外卡赛的意思。民调一直保持第二名，啊，国民党是真正无希望。大家若想要哦政党轮替吼，一定要到国民党才会赢。这点连外国的媒体哦拢知影，所以俄罗斯伊是 wild card， 乌干那底导游无简单。民进党听到哦，煞惊一跳，开始紧张起来。开始哦，动员我哦，先甲英文哦 ，Wild Card 翻译讲哦是跪拜，讲柯文哲哦，和外界哦抓袂牢，那有法度做总统？啊，无啥物好骂，开始哦，佮批评讲伊丑女，啊，实在是有够无聊的。那、翻作跪拜咧，赵一翔英文应该比咱较好吧？所以根本就是哦，挑滴讲乌白乱讲，而且哦，讲到抓袂牢。赖清德的两岸立场哦，反起反倒，这才真正是让美国人哦抓袂牢吧。顶边哦，赖清德接受同一个彭博新闻的专访，伊去用讲哦，难以消除哦外界对伊的烦恼啦。甚至讲哦，赖清德比哦蔡英文立场哦更加强，参照台独。啊，但是伊就是台独金孙啊。啊，讲哦目标哦是讲哦，行入去白宫就好。听伊讲这句话哦，去让美国讲哦。敢若是陈水扁Troublemaker第二安尼啦，啊，即嘛要继续有当处理好两岸的关系哦，你敢若镜头会相信嘛？所以无怪吼，民进党会紧张。本来偌清德哦，拍情无果，避起就袂漏开啊。参照疫情的时阵哦，因为避敢唔知人，啊，政府哦，即嘛逐工哦拢出包出代志啦，毋是甲哦诈骗哦假做伙。就是一个人做绿能十八间公司的董事长哦，来赚台钱的钱，即马哦，阁会欠卵呢。进口鸡卵哦，拢会使用特权，特别用一人公司甲政府哦签约八亿，一人卵补助32块，赚人民的钱就刷。阁有大家食哦过期的鸡卵，过期鸡卵哦流入去市面哦，嘛无资料通好查。啊，毋知是你食去啊，还是大家拢食去啊呢？啊，代志别空了哦。变成食品安全、人民性命安全的问题，部长当去讲哦，歪处啊，这些免到立法院去报告安尼，爬山爬爬的拢免负责任安尼，柯妈妈哦，楼顶爬山的违建哦，拆啦，啊，偌清拆啊，你搁要避到啥物时阵啊？请大家哦，若有熟识拍情报告的偌清拆哦，拜托甲化一下啦，叫伊紧出来面对啦。啊，选总统哦，莫安尼选，敢若参像咧蜜烧炊共款呐！才拜托大家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啊，好的新闻、好的事实哦，爱有更加侪亲戚朋友知影。
再拜托。